来，子墨，跟我二弟握个手。啊！你别过来！你把这个东西拿走。什么东西？这是我兄弟。你别跟我玩文字游戏啊！我们约定里也没说不让养宠物这一说呀。现在有了，不能养。现在外婆在住院，外公每天要去照顾她，我又要上班。你自己每天坐校车上学放学，可以吗？放心，我已经是三年级的老司机了。哎，妈妈，嗯，你车呢？车拿去维修了。哦，我爸还没回来吗？快了。对了，今天家里有客人啊，是你爸爸的朋友。有客人，你要有礼貌啊。嗯。什么东西拿走？啊，那这个是我二弟，啊，这个是我三弟。来，二弟三弟，介绍一下。这位是何女士，这位是她的孩子欧子墨。哎，欧子墨，来，子墨，跟我二弟握个手。啊！你别过来！你把这个东西拿走。什么东西？这是我兄弟。你别跟我玩文字游戏啊！我们约定里也没说不让养宠物这一说呀。现在有了，不能养。那我不接受。你不接受你就走，你不要住在这儿。我凭什么走？而且我现在心灵受到重创，我必须他们抚慰我。他们能抚慰你吗？这么恶心！什么恶心？这是地球上最美的生物，好不好？你看这眼睛，来，你看这个皮肤。哎，你别欺负女生。开玩笑吗？无聊。行，我走。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客人，你爸爸的朋友。我不喜欢他。我也不喜欢他。书包呢？不用理他，拿着书包赶紧上楼。